继之前一起参与同志平权活动担任大使之后，小肥同徐思乔 Asha 再次获委任另一个同志活动的大使，他们都觉得很荣幸啊。从上年之后就都 keep 住有得做啊，呢啲开心咯，开心开心，多谢邀请，啲荣誉嚟嘅呢个。所以我哋之前话我系师姐，而家唔系啦，你做翻师兄啦。上次話我係師姐喎，係唔係？佢係師姐，永遠師姐，我死都唔認啊！我死都唔認師兄啊！阿 Sha 早前因為工作要挑戰潛水，不過就出師不利，令小肥都諗翻起以前有次學潛水嘅經歷，都一樣係失敗咗啊！我嗰陣時因為有套戲要喺水底裏面咁樣，所以要學咗潛水先拍到嗰套戲。咁跟住喺學潛水嘅期間，咁我已經做足嗰啲減壓嗰啲咧，即係要將啲氣撥出嚟。咁我都嗰下上水，可能急得滯，就耳仔劇痛，痛到係以為會聾嗰只嚟嘅。好驚！咁係啊，即係做歌手最緊要聽力都好緊要噶嘛，所以好驚咯。咁以後係對於潛水嘅嘢，我身邊好多 friend 中意潛水死嬲我，我都話冇啦冇啦，真係驚真係驚。我中意游水，但我真係游唔係潛水又驚。小肥的老友 JRV 下个月就会举行首个个人演唱会，已经预告了会有大胆演出，而小肥亦都被好朋友指派做一项特别任务，不知道讲不讲得嘅咧？系啊，咁就唔系呢个任务最重大系 JRV 嘅，咁系啦，我就有份参与佢呢个好大任务。咁至於做啲咩咧？咁唱歌就梗嘅，咁但係就唔係單純咁唱歌咯。咁係咩？就我唔方便透露，等阿 Jerry 自己去上講講，或者等大家嚟睇唔知咯。有冇俾意見佢哋？還是佢已經知道佢係啲咁大膽嘅人？我冇俾意見佢喎，佢自己係咁噶，佢話做自己噶嘛，佢其實係聖女嚟噶嘛。係啊，聖潔個聖，定唔知咩啦，是但啦。